kantan. Jadi setiap apa saya nyomnya rumah saya lupa sudah mana jalan. Nah, apa? Saya tahu sudah. Sekarang saya cari balik itu lah. Ini hari saya cari jalan. Lain kali nanti saya tata baru saya bawa. Kan apa tu? Bisa. Kenoi. Ini ada antik. Balik-balik cari.我去看凤啊，看到很多人种那种花，然后呢，自从最近的海是很多人在找，是不是？哎，哪一个你的啊？这个是种啊，这种啊，这种是不是这种叫做格拉蒂？是不是啊？是叫格拉蒂啊？啊，很多，然后很多种啊，很多种花，很多种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们很多人刚蹦了，很喜欢种花。啊，这里也有。哦，名字我真的是不懂什么了，可是这个我就知道是什么了。在增长。你们很喜欢花的，来，给我来走一次刚蹦，我带你们去看很多花。马西里耶，沙特耶古。 你不能这么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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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转个弯就到了，结果你看，还有很多个赖赖小仔。那边也是有四个孩子，也叫我们去找。这个地方呢，我上次来的是一年多前，一年多前。我跟你们讲啊，他今天是跟我讲说去姨妈过航海啊，你看一下这种路，姨妈过的路好不好？结果你看他是谁啊？过路。OK。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左边是草，右边也是草。然后最主要一个东西，你们不要看它很刺眼，这个太阳挺热，你知道吧？结果，火烂。不是啊，你是什么火烂？那种比较小的那种毛呢，比较多呢。
也是要养，因为你做那个蜜蜂啊，苹果啊，你要把那个妈妈花的时候，然后泡那个蜜蜂来、啊、来变。然后我看不多，只有两个，哎，没有三个，一、二、三个。姜饭啊，这个叫特产，叫姜饭，好听。毛嘛，毛色。OK， 出发了。天晒，然后泡水喝，以天色，他们讲了。哎，天毛呀，天毛呀，这边很轻松呀。你好，这到尾毛呀，哎，你没带着安全绳子。上面没有绑的，倒下来我不救你的。OK， 现在下来，现在怎么下？挑战成功 ，OK。